包括王家还有都市更新受害者联盟，在这个期间不断的去提出这个案子，它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争议之处，包括强制拆除还有建造的合法，而且政府官员之间就是不停的相互卸责踢皮球，很明显是一个官商相护的状态。高行政法院也在最后就是裁定，就是住户的申请驳回，依法行政是公务员的天职跟义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难做的决定。今天早上中国时报他们报了一个报道，他们有去问都更处还有建管处这个说法。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新闻稿里面，政府他们说法，建管处他说实施者他其实已经并案申请了建造跟拆造了，而且已经完成了并案核发的执照。那我们这边有这张执照存根哦，在这里，那相信各位手上都有的这张所谓的拆并件，因为一般来说拆并件其实有非常大的争议。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建造的部分，它有明确指出地号，它敢指出范围，但是它在拆造的部分，它其实不敢指出范围的。那在拆造的部分，各位可以看一下第七点哦，他说拆除执照并案办理，那拆除面积它指出拆除面积多大，可是总共36户哦，36户是只有乐阳他们自己先前地主同意的范围而已，并不包括王家。这个就是建管处所谓的拆并件，他们已经持有的建造的一个拆照哦。内政部营建署他们其实针对叫受理这种代拆规定，它有一个办法。那我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直辖市县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权利变换实施者申请代为拆除或迁移土地改良物执行应注意事项，里面有一个第二条第五项，里面明确规定政府应该要取得拆除执照。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政府在没有拆除执照，建商也没有王家拆除执照的情况底下，乐阳建设的怪手直接强拆了王家两家合法建物。住记里面，他只能可以合有拆除执照，可以名正言顺去拆除的，只有其中已经签署同意书的那36户。那从这样子的这份建造执照的存根来看呢，显然不包含了王家这个没有签同意书的这2户。文林苑王家的这个拆除的部分，在98件第0288号执照里面的0601的注意这个列注的事项里面有登载。那它的地号801地号跟803地号都在这个拆除的名列册的项目内。那它有5项18号在801地号，5项前5项14号在803的地号。那在这些栋别跟门牌号码跟地号建号全部都有在这个建筑执照里面。那大家可能会误会，这个列管事项2401有2张拆照，这个部分，那事实上是这个基地总共有3张执照，2张拆除的，1张拆并件的。那拆并件这一张是包括了王家的2栋，所以拆并件那个里面的共36户是包括王家在里面，包括这个执照上面的拆除列在这个执照注意事项附表里面，只是一个文字叙事。那它的详细的资料呢，是放在图说里面。这个列表呢，都在这。那如果从1算到38，啊，算错写成36，或者应该写36，而误写成38，这个不在这个执照的定型表的栏位内。你看一下这个98年5月发的建造跟那个拆并件里面，当时王家他们都还在打诉讼，所以当时所有的诉讼都不会影响到建造跟拆造的发那个。对，因为条文规定，走都更程序的这个程序的案件是不用附土地同意书，不用附土地同意书。所以，即便他们不同意，即便案子都还在打最高行政法院的诉讼，然后建造跟拆造都一样会发生。只要更新的程序完备，那个东西就可以送过来申请执照。这个是一楼的拆除平面图。这张是什么图表？这张是一楼的拆除平面图。这是建商给你们的吗？对，他们申请的图说。他们申请。对，向我们申请。所以我们在拆除的时候，就以这个为。
为基准，所以这个就算是执照，因为现在王家是执意说你执意说你们没有执照。这是拆除的图，他们申请的图还是这是拆除执照？因为这是有落差，到底他们有没有申请拆除执照？建筑执照可以，里面可以并拆照，所以那我们俗语我们俗称拆并建。